课代表，是不是应该听老师的？什么意思？你来不来？你来，我请。 这话什么意思？明早7点不许迟到。他是开口请我了吗？来来来来来，都停一下！我宣布一下，你过来，朱韵，你要干嘛？过来，我宣布一下啊。 这位是我请来的公主，晚上我请客，给公主接风。谢谢啊，不用了。那不行啊，毕竟是请来的，委屈谁也不能委屈公主殿下吧。我上辈子一定得罪了你全家。下下周是期中考试，我们比一次。如果我跟老高的 C 语言成绩超过了你。 你给我看看你的，看不懂你别硬看，嘴憋坏了。 掉色了，我要跟你说正事。走，出去聊。什么出去聊？就在这说，两句话就说完了。你为什么在我页面说那种话？什么话？ 算了，你就不能配合我一下，跟大家解释清楚？我们根本就不是那种关系。为什么？既然我们不是那种关系，我为什么要帮你？被大家这么看，你很高兴是吗？是啊。谁是你表演嘉宾？你问过我。 作业拿到了，我敢肯定，它就是个绣花枕头。怎么说？这次的作业逻辑是不是很简单？10行代码就能搞定。它倒好，足足写了100行，写代码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简洁。把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搞得这么复杂，故弄玄虚，不是绣花枕头是什么？嗯。 这是病毒吧？李璇，到了。你解不解？几点了？哎，别了，放手吧，小姑娘。你回吧，回吧。哎，放手吧，小姑娘。你到底解不解？不解又怎样？ 什么时候出来的？接下来什么打算？这是我的事儿。朱韵，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，和你没关系。
你也不用老觉得对不起我。三年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你以后和谁在一起，和我没关系。李寻，我到底是做了什么，你要这样子对我？我以前觉得你只是狠，但我今天才明白，你真的是个混蛋。